节奏又来了。这是之前我说过了他们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推塔节奏。很硬核，好的。那下一步就是中路。OMG 好像组织了一个小抱团。对，他们的小抱团非常的频繁。是的。尤其是初期，那这样的话，由于推掉防御塔有一点经验，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发工资的情况，所以说 OMG 在打其他队伍的时候，经常是人头没有领先。但是发现他领先你没有做防御塔，对，他不是把塔的金钱变化成装备，然后中期跟你无限的开团，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战术思路吧。但是这一盘兰博是在对面，兰博中期的团战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又是三个人抱团推塔，连诺岛已经在往这边赶。打是应该不会打起来，应该就是守塔而已。而且现在的话，死哥和阿丽安娜的发育，其实两个英雄发育起来的团战当中作用都差不多差不多。但是现在阿丽安娜其实做了一个大圣杯以后，她的后续装备还需要很多，大圣杯是没有办法给她提供特别多的实质性的这个飞跃的。是的，大圣杯是一个，应该说现在先出大圣杯的意义不是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原来有90点的这样一个 AP 加成，现在他可能这个装备唯一的意义就是他减 CD 提供的非常多，可能洛风比较觉得他适合这个装备哈，对，关键是还有一定的魔抗。这个魔抗其实在对抗对方 AP 英雄的线上的时候非常有效果，就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会对阵 AP 英雄的先出的小圣杯，小圣杯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子哥其实也是差不多异曲同工的，他也是出了一个时光吹雪嘛。那这样的话，第二条小龙的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这里 OMG 明显给予小龙的控制，在先拿到第一条以后，是更加的优秀一点。对的，OMG 现在节奏非常的好，他们的经济是在把这个优势稳定住以后，再拿小龙。再继续扩大，但是李云岩这波团是要开吗？这波很危险。现在最好是先不打，就看一下谁的重击能抢到这条小龙。哎呀，这个小龙，好难是回血了。现在打这一打还是有优势的。龙表示很纠结，他一直在被调戏啊。是的，可是昨天有关注一个关注叫小龙啊，这里放了盐以后呢，果断两边都放弃，因为现在打团没有任何一边有绝对性的把握。是的，而且谁先扛小龙，谁就有一点小劣势了，看小龙帮谁的
这一波传染。而且现在打团的话，其实OMG 这里是不太具备硬开团的英雄，他的团手很厉害，两边其实都是反手大于先手，但是这里的话兰博的大招、狗熊和维努斯的大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先手的，反观另外一边的话其实是比较的难的，可能开团的主动性来说大本营应该要更好一些，对，要更好很多。大妹这个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反正直接要跳大了。哎，这里狗熊这个位置，先打狗熊，顺给潘子套一个大招呢。哎呀，这边是分割了，好的漂亮。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沟通的失误。这一波有可能劈死一个，但是南枪被追死了，南枪要被团灭了。哎呀，这若涵怎么想的？顺势没有传过来的，感觉沟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是的，本来是潘森跳大，然后顺给他套一个大，但是顺好像是取消了这个大招还是怎么着？哎，顺要强打，大招点燃，好在没带大招，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啊，又收一个了！啊，剩的一马上就要好，应该可以训练的好多。这一波攻击 nice， 杰斯哥全送过来了。杰斯哥强。直接努力啊！来潘森来了，哎呀，太好了！没有 Q 到，最后一下闪现过来了。哦，两边的节奏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完美。这一波打的确实是漂亮，这一波顺的这个处理不得不说很精彩。对，我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精彩回放，我怕这一波潘森跳过来，然后顺给他一个大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顺是临时取消了。对的，潘森被卖了，潘森表示很无辜。但说实话，刚才这个位置瞬间在传送过来，可能也比较危险。那潘森呢？会是五 v 五，不是四 v 五啊？那我觉得周国义这个深谋远虑算得太准了吧，这个有点算得有点准。对，后来拿了一个双杀再配合死勾完成了一个收尾，这一波预判，对，这叫预判。关键是这一波三个人
韩雪想打龙，但是忘记了对方还有一个肾，还有一个肾是直刀入后，而且肾的这一波伤害，你可以看熊的这一波被打的伤害，一个 Q 直接死了，因为被小龙也正在攻击，是吧？然后后面死哥传送，传送因为是第一个死，所以他同时间也非常快。后面还有个传送，传送应该是五步死哥这一波，直接是五步死了，对的，只要站了过来。哎，他复活时间比较快，闪现一个 Q， 非常的漂亮。对，而且这一波小龙应该也是 OMG 这里收掉，这一波回来以后 OMG 拿到了小龙，然后 WE 推到了中盘。哎，这里果然是飞过来一个死哥，兰博，兰博之恩的大招，看到，这里这个位置对达利来说并不是很有利，是要闪闪啊，要闪现，但是那狗熊应该是无处可逃了吧？对的。哎，你开玩笑，狂奔的狗熊。五大五年的闪电不闪电，漂亮！这一波应该说也是，怎么说呢？这里虎妞脸走位太大意了，没有想到诺达有如此高的攻击力。下路的视野没有做好，死哥也是没有估算到这个下路有两个人来杀他。但是你说实话，现在两边的话还是一个完全军事的情况，是吧？我觉得现在没有大招，没有传送，我觉得可以。我打的这边有点故意的是，这个死哥发育太好了。而且 W 这边一定要注意，死哥没有传送的时候。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阵容打到后期的话，应该是咱们这里更加好打一点。潘森纳后期的作用，对，确实实在是太弱了。对，而狗熊这个英雄到后期好像有点强的样子。关键是他后期只要冲进去，因为后期你很难杀死他嘛。而且另外一边的话，奥利安娜在配合着维姆斯的后期作用，因为蓝枪那个后期其实也是蛮疲软的，现在拼命三郎的打法，我觉得确实是拼命三郎，他们就是先跟 W 打，然后输了之后传送。这一波你没有发现，这个这一场比赛 W 节奏是被 OMG 的把控圈的节奏。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节奏呢是完完全全跟着 OMG 的节奏在走。但是呢咱们确实本身的水平够强，所以说没有被对方的节奏打乱。对的。对，而且你看咱们
有那么大后期，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手偏长啊。然后这边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打的一直放着分身打。如果打到后期的话，肯定是WE 这里在装备一样的情况下更加的好打团一点。就看死哥能不能利用自己现在这个装备优势的情况下，为 OMG 再创造一些这个盛世。是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经济是完全的一样，对，打得非常的纠结，打得非常的纠结。而且男枪现在的话应该利用自己刚爆发的这段期间去打。现在 ONG 是想求团的，你看他们的走位爆发的紧密程度。打队一直应该是处于一个防守的态势，是吧？小刀好惨。对啊，其实我之前就是在听直播的时候，我也总是把小龙和小楼给弄混，我总是觉得有人在叫我。这你想多了，被黑多了，被黑的习惯了已经。这里面现在关键是两边都不敢开团，因为谁开团，对方的反先手都会让他非常的难受，对。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战队，因为我觉得他们队作为一个新队伍，而且全都是新选手，能够有这么好的想法真的是很难得。对，他们整个战术体系制定的都非常的好，而且关键就是他们队员。这里抓到机会了，利用潘森的大招，不过这里好危险，咱们已经支援过来了，感觉要败了，潘这个是直接大招走人，这个非常漂亮，没有损失人，潘森这里是直接卖掉了，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里的话两个人去抓，这个有点没想通啊，他们两个人就算杀这个蓝魔半天也杀不掉的，对，他们两个人本身也没什么输出，是的，潘森现在的输出呢完完全全是没什么作用，而且这一边的话我看到卷毛直接顶了一个四百，这个四百顶的时间要比对方的早一点，咱们这边他们抓的很准，是的，杀了一个人立马逼你的二塔，这波你是守还是不守，这波甚是没带了，死哥带了，但是好像作用不大，我要传送了，还是回来了。我本来在下路上再带一波线，要打吗？打应该是不会，但是守这一波塔肯定要守。现在两边还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潘森这边是不是要先补一下自己的发育啊？他才九级。潘森这盘的发育确实不太好。
出肉更好一些，但潘森出肉的话也真没什么用。但潘森出出出边的话，对，要有一点输出量。在中前期打的就是一套老板，然后你出击如果潘森出肉的话，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小。那你看欧文这边的阵容，他们其实前排特别的不厚实，没前排啊，对不对？因为圣的话是作为一个后手切入，我有点担心他们那个前排还是能不能指望到那个圣打的大回来。诺亚的装备好像要比潘森的装备好很多，潘森好惨啊！是的，诺亚这里有鸟盾配合一根大腰带，这也是前面潘森要打一个三人路的一个缺点吧，暴露出来了。其实我们看前期好像潘森比较顺，但是实际上诺达一直在放，对的，对。而你死哥是做出了很关键的中亚，你们是时候要抱一下他了，这样拖下去的话，打不赢。打后期的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但是说实话 ，OMG 这里如果想用辅助的中亚去打的话，他们对于实际的把控，他们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还是感觉强开团少了一些，对。没有一开团英雄，第三条小龙，哎，他这条小龙啊，然后他还没有过来，但桥的位置咱们也是有预料到的，他这直接交大了，这不应该要去。交了吧，结果真的要打吗？发掉一个完美的大招，直接打到潘森，而且里面的四个输出很理想，四个的位置特别的尴尬。哎呀，这要打新哥了，看看小闪能不能收割。很难，这里两个人没有办法的，咱们这边五人齐啊，只是加一个闪现，再给一个加速，能够过不来。他爆发了没了，那是一个减速。哇，但是这个。发条的操作0.5，这波潘森上的有一点着急了，其实小龙已经没了，而且自己主力的输出男枪是在最后面的位置，完全没有必要打，是吧？但是潘森如果不上的话，这条小龙人家就拿掉了呀。虽然他上了，对方也拿掉了。对，我觉得他看到对方拿，其实已经可以取消了。其实刚刚圣嘲讽到了南疆，但是嘲讽到了这个维鲁斯，但是没有输出啊。就是说，此哥是一个持续输出，而奥莱纳是一个爆
发，在爆发打出来的情况之下，你的区域输出完全占不到一点点的优势。对的，而且刚刚死哥的位置就不是特别好，南疆这个时候姗姗来迟，其实作用不大了。而且这里的话还选择继续的追击，那其实现在肾的厚实程度完完全全承担不了对方这么多英雄的一个输出，关键是肾现在没有什么魔法，而面对对方发育良好的奥利安娜就比较的尴尬了。刚刚莫导是不是换了一个闪现？他没有爆，他为什么要发闪现啊？或许减速吧。我只是在减速。还是经验不足啊，不然的话，南疆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去拿红 buff。没有这一套。这一套的阵容，现在的短板已经展现出来了。就是南枪在一套爆发打完以后，如果没有秒到人，那么他后续的东西是很弱很弱的。他不像维努斯。还说安吉这边的前排以及先手能力是太弱了，而且如果说这边南枪换一个英雄的话，比如说大嘴和维恩就不一样。打起人来实在是太慢了，就是在敌女神之内啊，稳一点稳一点，现在第一差也不大。是的，这死哥在干嘛？在敌女神之内啊。好漂亮，直接秒掉。Nice， 你 RNG 波音的很准，你小子中枪了。我觉得药导总是会以各种卡位置，然后去让对方的 ADC 在下路，好像也有一次是这样的。是的，卡视野。但现在说实话，你杀了一个 ADC 的话，对于整个的局面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关键打团打不过啊。对，关键是打团打不过。他们现在这套阵容的打团确实短板太过于明显，而且潘森现在的装备是要输出没输出，要肉没肉。你又说是要啥没啥，还有武术血。武术血的话，对于初期线上的支援是很到位，但是现在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好，这里的话是排到对方的视野，准备在大龙这里做一波文章，但是对方也有400的情况之下，很难晕到对方的人啊。而且现在